这点事都做不好，要你有什么用啊？这是我第五次想要辞职，为什么努力工作还是不被认可？如果这就是命，那我该怎样才能摆脱？准提神咒的意思呢，就是凡是你事业不顺啦，或者不行的话，念了这个经之后，会加快你事业顺利的。还有感情上啊，灵验的话要念准提神咒，每天念49遍，好吗？好。让我们再相聚，佛光普照的新加坡。咦，这个人不是。这里是新加坡心灵法门公修会。您好，我想问怎样参加5月11号的开张法会，和怎样让我的事业变好。我相信这一次结果一定会不一样。